咩名字？望住哥哥。好啦，冯俊，今日帮我读呢个咩字？唱歌。大声啲读多次。唱歌。唱歌。好啦，读一读呢句句子。学校里。大声啲，大声啲。学校里。边个啊？我系边个啊？张老师。教你咩啊？教我。唱歌。教我咩啊？唱歌。唱歌。和读书。和可唔可以读多次俾哥哥听？学校里。老师教我唱歌和读书。